生气啦！你嘛知影讲我即摆身份足为难的啊，小可体谅我的啦。我体谅你，谁人唔敢我？约我去食饭，叫我去公司的人是你家己呢。啊，结果咧，傅家璇一出现的时阵，你就要我马上避开。我的这点细节嘛是为着要保护你。我总是希望讲对你的约束。 是伫个完全无人破坏的情况之下来替你实现啦。虽然即摆你有较委屈啦，啊，毋过会当提早来完成你的梦想，嘛是你的毋茫敢毋是。是啊，我就是惊你用这做借口，其实你根本就无法度甲吴家轩放落。伊伫你的心目当中，就是比我较重要。 卡斯真正参照你讲的安尼，我那着对你遮尔好，搁浪费遮尔济的精神甲时间，直接甲你安来。我已经得到你的人啊咧，我直接对你冷淡，你若是挡袂牢，你就会主动离开啊。我那着摕石头来喊我甲你的脚。你敢？我毋是毋敢，是我袂。小心。 你愿意接受我，变做我的人，我真正感觉我是足幸运的。我没有可能搁三心二意啦。你唔通安尼，我白想。你安尼，我就唔甘的呢。 周永成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本来已经拍算无要甲任何人讲感情啊。 是你来诱拐我的呢，即马既然我已经爱着你啊，你就爱有心理准备。因为我若是付出感情，我就无遐尼感到放弃啊。听到你安尼讲，我真正放心啊，因为我嘛是真心介意的。假使我若是有能力，我会将天顶的天星。 搬来下里做证明，小心。 你送我这是要创啥啦？你明明知影，我就不是一种爱物质的查某囡仔。 我拢要将你绑在我的身躯边，因为我已经无法度搁离开你啊！我嘛爱你，永远拢不准离开我。 总监，相片拍到啊，咱会当准备抛出新闻震撼弹啊！